这里是 Skyview 的长发超市。哇哇，这些月饼50块钱一盒，你还吃得起吗？我就不买了。明华月饼啊，大荣华，好贵哦。哎，这种是低糖的更贵啊，52块钱啊。这里是长发超市，在 Skyview 的美心月饼呢、啊。我呀，没送的。那个白莲蓉啊。换什么颜色的？还没个。个医生嗌我唔好食饼嘛。系啊。嗯。佢话饼系最冇营养嘅，最伤身啊。嗯。太多嗰啲，唔知啊，混合剂吧。这里是卖泡面的，哇！长发超市比较干净的，可能客人的问题嘛，哦，没有那么忙啊，所以比较安静。干净利落啊。鸡蛋几多钱 ？Costco 买买鸡蛋啊。嗯 ，Costco 买。优格啊。这间超市好靓啊，看起来这家超市很漂亮啊，嗯，又漂亮又干净，全法兰森最干净的超市就在这里了。买那么多螺蛳粉，还没要便宜啊，看下，哦，5-6块钱两包螺蛳粉，我以为有特价，没特价。最好吃就是这一种。这一组没吃过啊，不知道啊。下个礼拜再做了，明天去买也来得及。这些花生7块钱哦，哪要7块钱啊？不是吗？不是，499。不是啊。不是这种，这种才是。哦，我们之前买的。对。那个。对啊、这个还高一点啊，一样的，这三种都是一样。人家是这样子拿的，你看，为什么我们买那个是？调换转的，你都点拣嘅你？嗯，这个是很好拿的嘛。系啊，最好攞啊呢只，这个比较好拿的，随便你啊，要买就买，不买就算了。买回一样啊。买这个。买这个，这个好看啊，傻瓜。傻你啊，哪里是傻瓜。我不敢吃零食了现在、哎、对，不要吃了、啊、你这边的话又有月饼了，你看花鱼啊，什么花鱼松月，不是赏月、这个、花好月圆，这是便宜的18块钱，你都要闷了，买三包少吃为妙，我跟你说，没营养的。可是有时候要吃啊。大门的包啊，这些瓜子，金铃啊，1.75元啊。金铃在金铃卖1.79元。都没拍到。大哥，这瓜卖多少钱啊？啊，这瓜。本来是10块，要的话8块给你的。这个是那个啊，是我们福州的，刚我回家的时候刚拿出来的。这个品种是很扎实的。这不是西瓜吗？对啊，是我知道啊，西瓜你手拿一下看看，实心的，这里可以炒一大盘，不是那种空心的，你知道吗？刚才那个瓜8块钱，西瓜还是比较贵的。2磅，红毛蛋，2磅6块，要多少？就2磅了，就2磅啊。对、yeah。你应该写3磅9块，这就3磅啊。这天天漏事情是啥意思？你还是给我3磅，你看。我哪里漏？我每次来买，你都给我3磅。那我倒2次了，没关系。可以了，开玩笑。
手拍。不是抖音。是啥？是油管。嗯。YouTube。大家早上好啊！这里是好运来超市。今天的天气啊，凉起来喽。每天都说天气很热很热，终于这个星期要降下来喽。下个礼拜也是会比较凉的天气，下雨的法拉盛。今天下雨好像是哦，下一天，而且要注意，住在basement的人都要非常注意，有暴雨啊，天气报告有暴雨啊。现在吹着比较大的风，下着小雨，这里有瓜，这边在施工啊，挖一个大坑啊，不知道干嘛，好大的坑哦啊！今天肯定没有美女了，下雨嘛。今天的街上也很安静。长发超市，这不是新款的阿库拉，好漂亮啊！这不是电车吧？电的阿库拉。都是大妈大姨买菜，下毛毛雨来喽。这里就多人哦，跟刚才那边没法比。我吃一顿，你们吃。
今天没有卖炸橙汁，天气凉了吧？下大雨来喽！缅街中心还是那么多人啊！下大雨了，真的。这里是罗斯福大道，老虎堂。老虎堂也卖面包了，怎么搞的？还是卖肠粉好生意啊。两位阿兵哥，走啊走啊，哇，韭菜花便宜啊。蒜苔也便宜，5块钱。到美食城去借个厕所。这边是新世界超市，月饼在卖耶。这个大荣华，荣华月饼啊，64.99块。带回去那个 Skyview 长发看看啊。月饼少吃为妙，吃一点就好了。熟油辣椒。哇，富裕！现在中国的调料越来越多，啥都有。这种呢，都是鲮鱼，越来越难吃。据
记得以前小的时候买来炒苦瓜，他妈妈炒苦瓜很好吃的，现在都不好吃了。今天很少人了，下雨天的问题了。特别是卖鱼布啊，好了，去接厕所了。到新世界美食城去接厕所，免费的。我早上吃饱了。下雨来了，卖伞哦。十九万，安发律师事务所。我要过去买红包单给我太太吃，在胖子那边。下雨来了，下雨来了。今天的肯定没扫荡了吧，下雨啊，今天没扫荡了吧，摆摊都没有，很少很少。到对面那边去买红毛丹一粒粒。对面很多人呢、啊、对面还是比较多人的，因为很多店面都在对面呢、啊、这边图书馆，所以人比较少呀。走了，回家了。下雨来了，赶快走啊！谢谢大家收看啊，拜拜。